大家好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。我们看这个手相的一些特点啊。如果说是啊，在这个手相当中啊，出现这种短短的智慧线啊，再加上这个生命线比较浅淡，特别是短短的智慧线，这种人呢，做事啊偏急躁啊，不能静下心来，没有大智慧，都是小聪明啊。这个思考的速度啊，这个有点多动症，偏快啊，做什么事情都是5分钟热度。啊，所以说比较偏感性啊，好恶分明啊，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人牺牲奉献，但是对于不喜欢的人呢，就不想来往啊，就这么一个特点。如果是有八字、属相、面相、风水方面的困惑的，可以看一下片头、片尾或者关注我私信。我们看这个属相啊，漏财比较严重，智慧线出现折断啊，这个思想呢还是比较偏复杂的、偏敏感的，多思多虑啊，对做事情啊没有条理、没有章程。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常常是偏于幻想，又没有实际行动，啊，这是一个。我们看这个啊，事业线呢起自于月丘，然后往这个土星丘的方向走啊，也就是这个中指的根部离宫啊。那么这个表示一生啊成败变幻无常啊，很难独立创业，但是有特殊才能啊，对异性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。月丘嘛啊，有适合社会活动工作，往往是。比较适合早婚啊，得到配偶的这个助力啊，整体的运势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就是事业线起自于月丘啊，你的事业啊，往往是跟这个异性贵人相关啊，就是自己老婆呀啊，或者是倾慕自己的异性啊，都有可能啊。无名指下方啊，这个感情线出现长了一颗痣啊，长了一颗痣，对于感情的这个什么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。这个生活当中呢，是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人啊。这个同时呢，又占有欲偏强啊，眼里呢容不下一粒沙子啊，中年容易出现一些感情的危机。好了，有关这个手相当中内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。这里还是天王玄机啊，如果这个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或者关注我私信。我们下期再见。